刚刚那个影片我觉得拍得太远了，看不出来。这个红白的比较大哦，可能最小的是9啦，然后像这只是最小的，可是这只超可爱。然后大一点的话是10到11，有没有？你看玉面，红胸鳍、红腹鳍，上面一颗日本丸，然后红尾巴，眼睛也是红的，看这配色绝妙，眼睛也是红的。那像这个是奶油头、红尾巴、红白的啊，全红的体型都很优哦。这虽然像这只比较长身型，可是这个养了好养不摘头。我喂一下饲料好了，我们店位的那个胚芽下沉，底栖鱼很爱吃哈，金鱼，连红鱼什么都会吃，红元宝。这个都小鱼，然后你养头流会再大，鱼也会再长大哈。哦，这叫桃钩锥，看这个已经碰腮腮，哎呦，还有口红呢，你看。这次吃东西在放空，啊，怎么有人把饲料吃了以后跑那么远？还是他还没跑过来的？这个就是比较胖短的鱼，哦，有啊，错过来了。奶油头，白瘦。啊，这个红白头上还有一颗白色的玉印，这个一只1200，三只3000，第四只也是1000块，哦，两只2400，两只就不要跟我杀价了，好，你可以挑，影片截图，或者我们帮你挑，比如说你要红白的，你要全红的，你要奶油头的，类似就这里，奶油头通背，红嘴唇。这个也很 Q， 我来翕一挂好笑的啊哈，碰腮腮，好喜欢的在私讯粉丝团，哦，这个也很可爱。欢迎来店自己选的哈，啊，对了对对，我想到我拍这个影片的原因了。这个这边是一只600的，这边是一只900的，然后这个也是一只990啦，两只1800，三只2500。反正我们现在有一缸、两缸、三缸、四缸，里面还有一缸五缸蓝瘦哈，福州瘦有五缸给你挑。从600块到1200，1200买3只是3000，好，哦，啊，我们600的也不会太差哦，好，哦，好，拜拜。